阁老，怎么样？中毒了，怎么办呢？阁老，回卧龙寺吧，云光法师一定有办法。不会，你就忍心看他死吗？阁鲁啊，阁鲁，难道连你也要舍我而去吗？照顾好他。阁鲁。快走！你小心！小心点啊，快快，小心，帮忙帮忙，上腰，小心，小心啊。明日起开始抄书吧。这部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乃是玄奘法师西行所取，望你好好体会其中的深意。扫地为何？为了地干净啊。净地为何？为伯父。什么意思啊？用心扫。